It came upon a midnight clear, that glorious song of old. From angels bending near the earth to touch their harps of gold. Peace on the earth, goodwill to men, from heaven's all-gracious King. The world in solemn stillness lay to hear the angels si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 View Life。今天又是新的一期那个胶片摄影 Vlog， 今天我们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开，然后看看有什么元素可以拍的。今天带了一个 Mamiya 72以及三个镜头43 80 150这么三个镜头，胶片呢带的是柯达 ACTA 100。我比较喜欢拍这种人跟自然那种交互的那种场景，也就是说你看有些地方它是纯天然的，但是人为的建了一些建筑，公路啊，像这些谷仓啊，但是呢有些地方它又荒废弃，人又离开了，然后自然环境又重新的相当于修饰自己，又变成那种纯天然的感觉。这边有很多那种废弃的建筑，相当于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就是人们已经搬走了，自然呢还没有完全的把它夺回去。所以我们主要拍这个就是他们这边的拖拉机在修这个路，每年冬天过了之后才重新平整一下公路。人改变自然，自然呢也会重新再改变人，被人改变的那种自然环境，这是一个双向交互的一个过程，也是不断往复的一个过程。我就比较喜欢把它这些记录下来。我知道我在谷歌地图上研究了一下，好像这边这条路旁边有很多废弃的那种农场。这边为什么废弃，就是其实有些农场主青黄不接了嘛，就没有下一代来接手了，然后就把它卖掉，然后有些房子就扔在这边了，然后搬去城里住啊或怎么着的。也有些是因为原来这边比较发达，但是呢后来因为城市的发展改变了嘛，人都追逐热点嘛，就搬离这个地方，搬到其他地方去谋生挣钱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就荒废着呢。它有的时候这些建筑就放在这边就慢慢的腐烂，也没人维护。有好些建筑都是1920年的时候吧，因为这整片这个区域人类真正进来的时候，不是人类哈，就是原住民老早就在这边了，就是那些欧洲人移民过来的时候，大概高峰期就是1900几年的时候，所以最远的建筑也就是100多年。非常广，太广了。晒太阳还挺冷的。出来啊，等光线。就那一朵云，就把这光打得严严实实的。我感觉我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把一卷都拍完，
而且很多可拍的。马上来了，来了，纯采光。我现在是用125/1秒。一卷拍完了，再去拿一卷。第六期就是拍得快啊，第二卷，今天我主要就想看看这个胶卷在这种强光下的表现，所以就不会等到夕阳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拍这种胶卷其实并不多，我想知道每种胶片在
各种光线下的它的色彩表现。现在这里面都是没有颜色的，不是白色就是灰色，这边有阴影，拍这种光影效果。每点颜色去看看，最后一张，拍完了。很快就拍完了，一共两卷。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边，主要是过来测试这个胶卷，然后看看它这种在这种强光之下，对这种主要以灰色基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后面可以有选择性的去拍摄我的这个项目。他们这边有很多这样的废弃的农场，所以而且颜色主要都是这种灰白色的，所以去了解它这个在这种光线下的这种胶卷的色彩表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这种因为我以前拍过早晚，就是那种那个柔和光线下的，我知道那个什么感觉，其实它那个就数码相机差不多。一般我们很少人在强光下拍嘛，因为我很想在强光下，然后没有云或者全是云的天气状况下来拍这些照片，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就到这边，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